今天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审查了静电视新闻台的声涉案，决议是许可静电视新闻台声涉，成为近十年来首个通过声涉的新闻台。NCC 记者会说明，这个静电视是以民间版的公共媒体来自诩，那么内容是涵盖了环保、儿少、手语新闻等议题。今天会议中也对静电视的营运企划书，还有提及的静方针、内容制播、劳动权益等面向做成付款，还有行政指导事项。而静电视新闻台是2019年提出申请，历经多次的委员会审查，还有补件再审，今天通过之后呢，距离上个通过申请2012通过的 UDN 新闻台已经将近十年。